Winter 曾发过楼梯被 PY 的照片，本来就非常纤细的她也让网友们非常的疑惑，似乎根本没有修图的必要。在 Winter 上传的照片当中，有一张出现了明显的 P 图痕迹，直接把手机都修到变形了，但却完全看不出了脸蛋有什么差别。Aespa 的回归舞台也能够看到 Winter 整个暴瘦，连肋骨都能清楚的数出来，不禁让人担心东东是不是对自己太过要求了。真的希望东东的身心都能够健健康康的，就算吃胖一点也没有关系的。